潮汕人种养生之道，秋冬便是食补的最佳季节。菜饼好吃不吃最讲究就是吃菜爱不爱青，我们吃菜都是当日采购，因为要亲自把关。花椒粥底火锅、米粥混合鲜牛奶、枸杞等，反复熬制成一锅浓香粥底，味鲜汤甜。以九年百合搭配古法泡发而成的本港花椒、海参与秘制虾滑等做配菜，花椒软糯，海参爽口，鳗鱼细腻肥美，几道特色佳肴也值得一尝。明太子鸡翅鲜嫩咸香，海胆焗龙虾，龙虾佐以海胆与酱汁，鲜甜浓郁。炭烤香鱼外焦内嫩，饱含匠心的制作，舌尖上的极致体验。